这是原料，对 raw material。机器先停掉，停掉，停掉。那边没放是吧？好嘞。放盘子里面对比一下，把它这样，不是黑的放这边，这是一次的啊，多次的扫菌 ，OK， 二选。
次色选之后的成品就是最终的成品，一次色选之后的废料要走一下二选，现在进行的是二选。二选之后这个口的这边的是回原，跟原料放在一起，这边就是最终的废料。好好，我们停下来吧，看一下效果。放盘子里面对比一下。好，现在左边的是成品，右边的是最终的废料。Left side is the final accept. Here is the reject.